大家好，我是 Kin。 大家好，我是 Leon。 好，各位，那个我相信应该有一些观众有追踪我 IG 的啊，因为我比较会发一些个人的动态在我 IG。 那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台南这一个行程啊，我们有住一间饭店，然后因为 Leon 当时在这个小周末价格比较贵，第二就是饭店比较难找。那当时呢，因为碍于说我们是以一个工作行程，对，为了出去拍摄，对，所以说我们希望说不要去花费太多住宿的成本。有没有伊迄掌家己抹伊还是坏，伊有一空呢。对啊，这一空呢，那个皮了。嗯。这样。我跟你讲。差点昏倒在里面。怎么了？他那个，你刚是不是有看到他那边有一个黑黑的一块东西？对，它是橡结痂，对不对？对。先消毒完之后，把那一块挑掉。对。挑掉之后，用那一只东西再杀菌完之后，进去那个洞里面。对。把那些脓挤出来之后，插进去。你感到你的。肉被拉扯，他说他里面有一个脓头，那个如果没有弄出来的话，会在里面一直发炎。对，然后重点是这一家，我刚有看到墙面上的照片，这家老医师的，他算是外科专精的。我这个的话，其实如果你要看，一定是皮肤科或外科啊，但是皮肤科他不会去帮你清创，所以我就来外科。他跟我说药是吃两天，两天后要再来回诊。他说不能自己擦药，他叫我不能自己换药，要来给他弄。但是我只花150块挂号费，他没有额外收取什么费用。嗯。哦，所以两天后还要再来。对，然后我现在要去，他们是特约的，我要去这边拿药，这间药局拿药。如果没清掉，他一直在里面发炎，你那一个地方，他有时候里面的肉会有点烂掉。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跟我说，这两天都不要碰水。刚好从九如路那边绕过来盐城区这里吃一下干面压压惊。那个刚才有一幕，其中一幕比较恐怖的画面没有录到，因为当时我的脸部跟那个身体呈现一个扭曲状态，因为我是坐在他们那个手术床上面，他们那边平常我在做一些外科的。哦，你那个辣要吃少一点，就你那个伤口这样子，那挖一些给你。我看你好像辣好像不用钱一样，我看你狂加，我会忘记耶，你知道吗？吓到我脑袋都不清醒。他刚刚是没有特别说什么蜂窝性组织炎，他就老医生就说那个感染，他就是要清创要处理，里面有脓，其实外面也看得出来。12月2号回来高雄。然后12月3号是这边有点不舒服，脚就是当时觉得痒，可是我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因为毕竟以前也常被蚊虫叮咬嘛，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也只是被咬到。但是它是有特别比较大包，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去想说啊，拍这里的时候顺便去拍脚，因为就一个而已啊。然后是12月4号看完皮肤科，到12月6号、7号的时候这边就好了，但是脚那边就是还是一直怪怪的。然后到12月9号当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哎，
睡醒的时候怎么那个地方肿起来，肿起来，然后周围整个都泛红，然后我就上网看了一下，我就担心说，哇塞，会不会怕蜂窝性组织炎，就是小事情就要先去处理，所以那个时候我九号我就去看皮肤科，去看了一次，然后医生说这个已经感染了，所以呢他就帮我敷了一种药水，然后擦药。可是呢它里面就是一直在发炎，所以你吃药什么的它里面继续发炎，所以我就到了今天12月12号，我就看它状况没有比较好，我就想这个已经不能再看那个皮肤科，所以呢我就上网查一下，如果一般到医院的话可能要看感染科，因为这个已经感染诊所大部分都是没有感染科，脓其实就是白血球的尸体，那你那样子的状况就是等于你里面的皮肤已经都一直那个有点算是溃疡，它就是有点烂烂的了。对，里面如果没有清掉的话，就是一直在化脓，一直化脓。其实坦白说，我不是为了要做话题，然后三番两次去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说它巧合吗？回来怎么刚好就一连串一直在看医生，然后就是一连串都是皮肤上的问题。讲一句坦白的，就是你就是运气不好，但是绝对不会是一般的蚊子，因为蚊子啊、跳蚤啦、禽螨啊，当初我们被咬那么严重，我们被咬多了，太有经验了。你频道创立六年来，我们被那么多东西咬过，我还第一次真的是需要到医院去给这个医生帮我清创这个伤口了。你看我们最严重的一次，你记得吗？全身一整片的，好像去年的事而已吧。对啊，打针一个礼拜。对啊，客观一点吧，就当我运气不好。我能说什么？反正我们又没跟人家要钱，我们又没有去跟人家争论什么。你要我提出证据说就是你们，我也很难说嘛。但是确实，我就是从那边出来之后才有这些状况。他这次住宿省下来的钱哦，刚好都去看医生了。我们住1180嘛，他勾过眼睛去看两次。那我们拍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啊，就是给大家一个借鉴，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说外出旅游，这个自己要格外注意小心啊。刚才原本没有想要尿尿，不然他刚那一用下去，我告诉你，绝对都没有。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次的这个脚处理的伤口的一个状态啊，也希望不要被大家遇到。重点是，如果真的有一些小伤口的话，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有时候感染这种事情就是真的很运气。对，有时候你就是没事就算了，但是有时候一个小伤口万一感染，就算你是被蚊子叮，一感染到，就整个发炎，天选之人，就自己勾乌塞这样子，没办法，时间点就是卡得很刚好，就真的是回来就这样子，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嘛，纯属分享，好不好？那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我们就下个影片见了，拜。